生命里面的风水。你的心如果喜欢付出，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多。你的心喜欢感恩，顺利就会越来越多。你的心喜欢帮助别人，你的贵人就越来越多。你的心喜欢知足，你的快乐就会越来越多。你的心如果喜欢逃避，你的失败就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心喜欢和别人分享，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心喜欢生气，你的疾病就会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心喜欢布施，你的富贵就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心喜欢享福，你的痛苦就会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心喜欢学佛，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多。